大家好，我是小微。今天我们来到一家葱花油饼老店，他们家已经卖油饼有30多年了。这是他家的葱花油饼，是用最传统的老方法，这是熬子。干的时候要凉票啊，能干的时候还要凉票。这工序非常麻烦啊，等于是一个阿姨等于关了两口锅。洗完没？喝绿豆汤吧，要不？啊，就是绿豆汤。他们家这个绿豆汤也是没有添加淀粉，然后喝着就是像自己家自己熬的那种汤。他们家这个油饼葱花比较多，味道就是那种我小时候。吃的像自己家妈妈烙的那种葱花饼的味道。